这个是我们做的这个水培种的槽啊，非常结实。来看一下。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，我是柴哥。这个我们这个水培茄果类这个水培种植槽呢开始做了。首先我们用的这个材料呢是那个挤缩板，就是建筑上用的那个挤缩板，它的硬度是非常好的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们在这个做的槽的时候，以前是用胶，后来发现这个胶啊，实际上它的这个粘合度啊，并不是说特别理想，所以今年呢，我们改成用那个钢钉啊去做，然后刚才看到了啊，它这个结实度啊是非常好的。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区别呢，就是这个关于我们这个种植槽的这个尺寸，这个种植槽呢，这个挤缩板的厚度呢，我们选用的是3公分的厚度。第二个呢，这个种植槽呢，它这个槽宽呢，我们做的是30公分。以前的时候做的是20公分，增加了10公分，这样的话，它这个根系的活动量呢会再增加一些，它厚度降低了，但是它这个宽度增加了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这个高度呢，我们还是做的一个10公分的一个高度。